我是嘉怡，我还与爸妈一起住。我们一家人去年底刚搬进 DC Residency。这是我爸，连老妈都说是他黏我，不是我黏他。在看些什么啊？我看最近有这么好的房地产配套，现在利息又低，所以想说是时候投资一间。什么？你不想跟我们一起住了没？不是，你看最近 offer 这么多，而且很多都不需要付首期，政府又延长黑手期，印花税、MOT、loan legal fee 又全免，算算一下很划算，我觉得我供得起。哇，我女儿真的是有 planning 的哦。可是为什么你要买屋子，跟爸妈一起住不好吗？我哪里舍得离开你们，不过我都讲了，你看现在 offer 这么多，而且啊，我现在看的都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 DC Residency 发展商的 project， 你看每个项目的 facility 都很加分，而且还有私人公园 clubhouse 这一些，做 gym 做运动都不用去外面，很安全。嗯，买这个发展商的 project 好，品质有保证，不过最好是买回这一座咯。爸，这么划算又方便，我觉得你也可以投资一间呢。而且他们现在有一个促销 Best Do Campaign， 只要买就有机会赢奖，而且奖品总值高达100万令吉耶。而且你一定是 GoColand 的屋主，所以你 refer 我买这些 project 的屋子，还可以拿到 2% 的 referral fee。啊，我知道 ，refer 最多的屋主还有机会赢取总值20万令吉的奖品呢。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值得买诶。你看哦，这个 Emerald Nine 还有这个 DC Residency 类，我们就可以当投资。然后 Emerald Hills 还有 Emerald Wang 类，我们就可以买来自己住。诶，还有 Emerald Sabang 诶，那天安哥不是问你有什么好介绍咩？这可以诶，我觉得很适合他们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好啦好啦，总之你也考虑一下，不要买离我太远的，最好是我们买一起的。耶、yeah, ！这次真是比上次的最好还要更好，走了吧，买屋喽！